保鑫现在是89万，我们就抢抢票好啊！谢谢我们的北方狼哥。怎么也许90万了，91万了。谢我们的西子，还有跟屁虫，谢我们的在听哥。卡王是500个卡王呀！谢谢小师娘，谢谢不祥哥。谢谢荣哥，感谢荣哥，我看还有啥，还92万了啊！谢谢，感谢我们的香满。92万5。清风君子哥哈喽，晚上好，清风君子哥，是我们的动听哥，开完这宝箱我们的唱歌啊，93万。重要的事情，浪漫的月色，一起许个愿，趁着现在美美的晒个朋友圈。谢我们的大力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腿哥哥吧。手机在屋里充电了，你记得去拿一下，我忘记了，我等你发微信。谢我们的微信哥，感谢微信哥。嘿，小师娘你要记得抢宝箱啊。谢我们的微信哥，还有我们的飞家粉儿，95万了。村口没有集合的记得先集合啊，先集合，先集合。谢谢幸福哥，谢立口哥，谢我们的那个立口富哥，谢我们的纸哥，感谢纸哥，谢谢，谢我们雨后彩虹，谢我们安静听歌。96万了，96万了，谢谢清风君子哥，清风君子哥记得抢呢，抢票啊，10张就行，送一把，有能刷520就刷520的，不能刷520，我们就刷10张就好。刷多少张基本上抢的就多少张，96万9了。谢我们的熊伟哥，谢我们的随意哥，欢迎李娘。谢我们的樊梦哥，97万了。村东头的啊，村东头的往西头走一走了，现在宝箱已经97万了，现在宝箱已经97万了。谢谢星光君子哥送来的520，感谢我们的莫少哥，就10张和520是比较合适的，刷1314也是抢520，因为我刷过，没有抢到过，刷520基本上抢的都是520，10张的100%基本上都是10张。谢我们的秋风哥，谢我们的广东哥，我在村南。那你往西边走一走，西边。救世哥，感谢救世哥，谢谢南哥，谢我们的风里哥，感谢风里哥，98万了，感谢玩一哥，谢谢行伞哥，谢我们的香水哥，谢无心哥，感谢无心哥送来的钻票，欢迎师娘。98万6了，98万6了。多少了？这是98万8了。
呀，属实很猖狂啊！我发现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欢迎杰哥！哇，谢谢杰哥，谢谢杰哥，感谢杰哥！我都忘记抢票的事了，哈哈，感谢杰哥！谢谢杰哥，谢谢杰哥 ！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！ 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谢谢谢谢谢谢杰哥！记得把免费的网速甩一甩了哈。姓了一夜舟，一夜飘飘飘飘飘飘舟，点舟哥谢我罗三哥，谢吹风哥。哇，谢谢杰哥，感谢杰哥，给杰哥来首歌哈。我看看杰哥最近有没有啥想听的歌啊。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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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我的妻子，你也不输抢票，欢迎白衣哥。嗯，忘了一下，蒙住了。来首歌。昨天唱过这个歌，杰哥比较喜欢走心的歌。脚步轻飘的失去平衡，你在哪里？我喊着你的名，可是你来不及扩散，便消失的没了踪影。踉跄的来到奈何桥前，心就碎了，就碎了，挡住了。
谢谢大哥，谢谢谢谢杰哥。我的妈呀，都公爵了！谢谢顺哥还有辉哥，也谢谢我们的强哥，还有浩然哥，谢谢我们的落木哥，感谢落木哥，感谢雨中漫步哥。也再次恭喜杰哥荣升公爵，我天呀，这是今天刚刚升的，这是。谢谢杰哥，感谢杰哥。杰哥现在公司不是特别忙吧？应该。最近还熬夜吗？聊会儿天。哎，我喝口水。谢谢我们的东哥，大家可以刷十张，一会儿抢票哈。还有真爱召集，真爱召集是八点的时候开真爱召集。刚升的公爵，谢谢清风哥，感谢清风，就是清风，谢谢松果哥呀，找到你了，你这是应该找了我好久了吧？八点半的时候真爱召集。感谢一毛党还有一块党的兄弟们，我看个人赛啊，个人赛应该没啥事儿，进前十二的话没有啥问题，我瞅一瞅，没啥问题的话我就拉公会票，我瞅一瞅啊。啊啊啊啊啊！团战还有多久哦？什么团战可以有多久哦？你说那个什么呢，公会啊，公会咋的都能过去。谢谢南哥，南哥一直在给我刷，哎呀谢谢我们的那个万霞哥一直送这个扫描这个性感迷人，谢谢我们的万霞哥，谢谢我们南哥，谢谢张毅哥。至少前五才可以哦，那我看一下哈，我们排第八。嗯，不标长空老师，我应该个人赛应该是我了。谢我们的双鱼哥，我能弄几万的那个票票，这不也是白送的吗？我弄几个，嗯，我看我个人赛的票数，个人赛票数一万多，行，这每天的话咱也好像六七万七八万的，我要把六七万的话都安排到公会票上，也不错呢，我还能得个免费的。反正现在也不着急，没毛病，辛苦兄弟们了，谢谢大家。感谢我们的豆战哥，还有玩哥、达哥、龙兰哥，谢谢我们的二子哥，二子哥送来的钻戒，谢谢我们的追求哥、郭志选，谢谢清风哥、金箍棒，还有放手一搏哥以及天风夜谭，谢谢我们的深蓝哥、小灰灰，谢谢南哥。九儿在等着师傅连麦呢，好嘞，他咋知道的？指定是你们打小报告去了。九儿家的舅舅哈，确实也挺猛的。下了，不下咋？下不了崽了，是吗？哦，放出来他才香嘛，你捂着的话都是不行的，捂着的话不行的，什么情况？我听说这不好，这是你的师妹呀、还是好姐妹呀？这是我闺蜜。啊，你的好姐妹是不是？听说唱歌非常棒，非常好听。你跟我师傅打个招呼，你说师傅你好。师傅你好。Hello。没事没事，早就听师傅的便宜，没事叫吧叫吧，没事。谢我们的动听，谢我们的听歌而来，谢我们的佳佳。嗯，刚才挺给力啊，我自己在这直播，我在这唱歌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看你刷一下吧，刷一下，应该是不是一万多票？我没看错吧？嗯，对，是一万多票。
哎呦我去，唰一下就过去了。但是我这抢宝箱，我说我就光看你了，我这宝箱我都忘抢了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的一个静影哥，谢静影哥，谢师傅关心啊，谢师傅关心，我们都，但是我们输了，没事，已经很棒了。咱们就是啥呀？这个 PK 赛，咱们就是第一呢，就是团结一波。完了之后呢，要不是他是随机的，因为这个推荐哈，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大图推荐，进人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如果再有的话，家里有条件不拉票了，咱们唱歌，保存一下实力，后期的时候，咱们这个工会呀、可能会稍微紧张，前期的话还可以，但是能，如果哈，如果今天的票现在10万到达20万，还会有那个瓜分，应该还会有那个瓜分，像我们的动听歌、还会有吗？只要到20万了就会有瓜分，我现在这边也拉工会票呢，尽力给你们整点瓜分。对，我们也在拉，我一直都在拉，非常优秀，非常棒啊！好了，没有点关注的给我徒弟九儿点点关注啊，瓜分嘛，对，谢谢瓜分，谢谢，要不来一小段，你俩来一小段。合唱还是你来一个？谢龙兰哥，要不我们两个就合唱吧，好不好？行，我听一下。这个吗？什么？对对对，给师傅来一个《爱是你我》行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好嘞。伴奏有点小。爱是没有声音了，是我卡住了吗？等会儿。好，不着急，没事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有可以了吗？我电脑一天又卡一次。行，那就给大家给我师傅来一首《爱是你我》，有点紧张啊。爱是你我，用心交织的生活。爱是你和我，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。爱是你的手，把我的伤口抚摸。爱是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。爱是你我，用心交织的生活。爱是你和我，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。拉票拉了
嗓子有点哑了，唱的不好了，行，已经够展示你的实力了，非常非常棒，非常哇塞了，就不用多，张口那一句我就已经服了啊，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，七彩欢迎你啊，七彩欢迎你。太棒了，你是不是那个年度时候能帮你那个就是唱唱歌什么的是吗？嗯，对对对，我就是特意年度了我叫他过来帮帮我。哎呀，你太可以了，你身边还有多少好闺蜜啊，你都介绍一个了又来一个那个也是去年好像帮你帮忙吧，也是应该、嗯、没有没有、哎、好像我记得去年出现你在直播间，去年是哦，去年那是我侄女啊，我小侄女，不是那个薇薇呢？哦，薇薇，薇薇是，嗯，薇薇也是我朋友，她也是我姐妹，厉害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！来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，给我们的姐儿点点关注，真的非常棒，谢谢，感谢师傅，介绍主播有奖励吗？必须来飞机，谢谢师傅，来了必须也整个飞机啊 ，OK， 谢谢，嗯，对啊，最近都。他都帮我唱歌唱了好多，帮我拉了好多票，我都特别感谢他。真的挺棒的，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奖励他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奖励他。嗯，开播我就有奖励。嗯嗯，海霞，那是海霞是学妹啊，海霞是学妹。啊，是我现在就有点懵，因为有好几个都是那个就是九儿介绍的呀，都是九儿身边的认识的呀，真的挺棒的，挺不错的。嗯，加油加油，这徒弟还有一个，那是相当不错了，师傅呀，对，还有一个想来我们公会，嗯，完了之后就是刚加了微信哦，跟他聊了一下，嗯，然后等着，叫雨飞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不知道啊，你跟那个说了吗？好像我记着好像叫谁吧，好像是要来公会直播，我忘记了，有点忙乎懵了，等那个下了直播再说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师傅。那没有点关注的，手机上方先把那个直播室通知啊，关注也点一点啊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你辛苦。加油加油，舅舅们辛苦了，我们一起加油，站为我们七彩。嗯，好嘞，拜拜。好嘞，拜拜，师傅。好嘞好嘞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感谢我们激战榜的兄弟们。谢我们的四虾哥，还有唯我风，以及我们的佳佳，还有听歌，以及我们的飞儿剧团，唱歌真挺棒的。谢我们的开心，还有六哥、最牛哥、动听歌楼主播。发展云南市场吧，我也是这么想，可以发展发展。云南的好多呢，主播，我们家少数民族的。来首歌。爱的太深。哎呦，我又删掉了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我们重来。欢迎周一哥。爱得太深，就会化作虚；梦得太深，就会不愿醒。就像鱼儿想要飞流的爱情，朝中暮暮，魂牵梦萦。心动不
出我的热，融化了你的冷。有过心动，不怕岁月无声。时间，游哥他们能帮个忙的话，尽量帮个忙。小胖上，不，你要是五二零的话，我们都是女士服务。小胖上，杰哥有真爱是吗？好嘞，还差八个，还差八个。下方的集结我这个追加奖励，谢谢南哥，感谢南哥。哎呦我去，南哥这两天你太给力了，谢谢南哥。还差六个，还差六个，还有四十多秒的时间，还有四十多秒的时间，游客大爷们帮个忙，帮个忙，能动手的帮个忙了，还差六个，就差三十秒了，差五个，五个，五个，还差五个，还差四个，还差四个，还差四个我们就过了，还差三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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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个，四个，谢谢兄弟们，感谢游客大爷们，感谢兄弟们。没事，哪个号我都知道是你，杰哥。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没有帮忙的帮个忙，就差一个，就差一个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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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一个，就一个。我的天呀！啊，过了，吓死我了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心脏容易跳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就最后一秒钟，你太过分了。我们过一下五星的任务哈，五星的任务过去了之后呢，会有奖励，还差四千二，三千二，还差三千二，我们五星任务过完了。他是故意的，玩的就是心跳太刺激了，可不嘛。我站起来唱首歌给大哥们哈，谢谢我们的叔叔，叔叔。谢谢杰哥，感谢杰哥送来的公会票。欢迎出剑哥，欢迎出剑哥，给大哥唱首歌，好好站起来一点，欢快一点的。完了，我又飘了。完了，飘起来了。
要停下来，跟我一起嗨，管他谁是谁，让我们一起乐开怀。带你潇洒带你嗨，双手举起跟节拍，下个舞步让我来一起猜猜猜。带你潇洒带你嗨，昂首向前心豪迈，昨日烦恼都抛开，大步向未来。带你潇洒带你嗨，双手举起跟节拍，下个舞步让我来一起猜猜猜。可重要了呢，你知道它关系到很多很多，关系到后边的奖金呢。我们刷个人票也是，刷别的礼物也是，非得都能收到，最好就是公会票。谢我们的朵朵，还有开心就好，数字哥、李哥，以及我们的飞天，还有南哥，谢林哥送来的公会票。宝箱哈，一会儿斗一把上进票，行，那大家有那个公会票的话，帮我上一上公会票就行。现在12万了，还有四十分钟，感谢大叔。我就唱在这里，先给我们这个小美女聊会儿天。谢谢杰哥，谢谢我们的影哥，谢谢啊，感谢我比哥，感谢我 Lucas。谢谢对面小哥，我给了中了吗？鼻子，真的？哎呀，大叔你太犟了！谢谢杰哥，谢欢迎冷风哥，应该是有点卡住了。来个温柔一点歌送给兄弟们哈。谢我们的最胜远哥，谢李哥，谢谢南哥，感谢冷风哥。我下了他总掉，好的冷风哥，那你去吧。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，茫茫人海中把你邂逅、哦、那些最爱迷人的夜梦，我愿意为你付出我所有。再次经过那一个路口，身边再没有你的牵手、哦、那些伤心过往撕裂旧，难过一次次太涌上心头。原来曾经说的天长和地久，只不过是一些多余的温柔。都怪我当初太笨太不懂，迟迟来把挽留。原来曾经说的相爱到白头，只不过是些多余的温柔。可是心中的你赶也赶不走，一生在原地把你等候。谢大叔，茫茫人海中把你邂逅、哦、最爱你那迷人的眼眸，我愿意为你付出我所有。再次经过那一个路口，身边再没有你的牵手、哦、那些伤心过往撕裂旧，难过一次次它涌上心头。
曾经说的相爱到白头，只不过是一些多余的温柔，都怪我当初太笨太不懂，迟迟来把你挽留。原来曾经说的相爱到白头，只不过是一些多余的温柔，可是心中曾经热情潮 OK， 只不过是一些多余的温柔，都怪我当初太不懂，迟迟来把你挽留。原来曾经说的相爱到白头，只不过是一些多余的温柔，可是心中是心中的你赶也赶不走，一生在原地把你等候。想得开心就好了。下方的集结大没有点的帮忙帮忙点一点，如果能刷公会票的话，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应该可以，我觉得我相信你们可以，咱们努力的拉四万票就可以了，咱努力拉四万票，我相信旗下的主播也可以。公会票变小了是不是？那我乱斗一个。也感谢我杰哥的支持啊，谢谢杰哥的爱我，我杰哥直接给我来了16000的榜了都已经啊，谢谢杰哥。歌的名字叫多余的温柔。真爱召唤大家没有过的，对对对，先过一波真爱召唤，忘记了小黑本吗？快跑！别！别！能刷公会票了，记得把公会票刷一刷，包不了免费的记得把免费的送一送。还差哈，正在召集，还差一小点呢，还差一小点，这个是今天最后一个了，这是今天最后一个了，能帮忙的话可以帮帮忙，谢谢大家。游客大爷呢也可以帮忙点一点啊，游客大爷呢可以帮忙点一点。谢谢，啥也不是。哎呀，我啥都是，我就这两天可能啥都不是，等过两天的时候有你们那个啥的破费的时候。都睡醒一觉了，召唤过一过，还差十九个。此刻朋友这杯酒最珍贵。是需要29个，我们已经完成了10个，还差19个。嗨，全网最靓的仔，召唤动一动，你是整条街最靓的仔，没毛病。还差18个，能帮忙点的话就帮忙点一下，只需要一个 YB 就行。欢迎凤凉哥。欢迎后进来的兄弟们哈，欢迎咱家守护团还有战团的兄弟们，还有游客宝宝们来到飞儿的直播间，感谢我们的小雨哥，有公会票的大家咱走公会票啊。哎呀，这谁给的那个红钻呀，感谢哈，感谢大哥那个分享的红钻。真爱过完了之后我们会瓜分我们这个一万的红钻，还差14个，加油。谢谢我们的小雨啊，感谢小雨，还有一毛党的兄弟们，一块党的兄弟们，要公会票，公会票。嗨，谢我们的雪山，感谢雪山哥。还差12个，还有3分钟的时间过去了之后，我们开始乱斗。大家能准备一手的哈，我们准备一手10张的，能准备一个小飞机的，我们一会儿来准备个小飞机，我们团一团，我们拉公会票。还差12个。
暂时没有开过，然后如果方便的话帮帮别人都行了，最关键的时刻能帮个忙的话就帮一个忙，谢谢。只需要一块外币，人民币价值是1块钱，如果没有外币的话可以充1块钱，最好用安卓系统，苹果系统的话是不合适，反正更是不要用苹果系统，不合适的。正常1块钱换1个外币，但是苹果系统是10块钱换7个外币，还差3个，还差3个，非常优秀。谢谢林哥，感谢林哥，林哥要公会票了。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已经过了，今天是最后一个了。能准备团一波的兄弟们哈，能准备10张我们准备10张，能准备100张的呢我们就准备100张，我们最后来一波团一波啊。能准备出小飞机我们过一过这个小飞机，真爱团的没有过的话大家可以过一过真爱任务，工会还工会应该算是14万，还差6万，还差6万，我们再拉个3-4万就差不多。完了，包里免费的记得送出来就差不多。嘿 ，Hello， 真有缘呢。是啊，我看你坐着，我也坐着吧，好累哦。我也是刚坐下来，三姐姐。其他的主播的话，其他应该也会拉，其他应该也会拉，但是可能会那个。可能没有太多主力还是啥的，要工会票吗？是的，要工会票，来吧，那咱俩谁先来呢？好漂亮，都可以。要不你先。好的，来先一个吧，唱一个了，唱个老酒。上点尊严票吧，好。菲儿姐我都非常的激动，都有点紧张，歌都唱不好，然后菲儿姐交给你吧。非常好了，已经非常好了，谢谢谢谢。三条感谢我不海，我告诉你，我师娘要是跟我师傅一合，我告诉你那是那真的是无敌了。谢谢，感谢我杰哥，谢谢爱飞哥，谢谢，感谢我杰哥啊，谢谢。好听好听好听，菲儿姐。厉害，哇哦，好厉害哦。哎，这1314的话它也会有那种特效吗？不是吧？谢谢杰哥，感谢我们的最美，叫叶美飞，16分钟还差5万，没事，加油，我相信可以。谢谢我们的最爱美飞。有什么惩罚的吗，菲儿姐姐？哎呀，哪有惩罚？我们聊会儿天，或者是那个啥，或者是我们玩个游戏吧。哦。
好的，还是玩成语接龙吧，我觉得这个比较死亡一点。别的话别的话还不太会。师娘的是特效是吗？谢谢师娘。我接你出我接你的吧，谢我们的往事随风哥。开开心心。接我们接第几个字？接第二个字呀。好呀，开怀大笑。怀，哎，我想不起来，怀才不遇。才子佳人，那才子佳人是成语吗？都可以。才，那个我感觉好像不像成语。才高八斗，高高兴兴。谢谢谢谢，感谢熊梦之星。高倾国倾城，高高兴兴，高有什么？高人一等。人山人海，姗姗来迟。山高水远，高高在上说过了。高山流水，啊，好说过了吗？山，好像说过了，你说过了吧？没事儿，没说过吧？我忘了，我是七秒的字，高朋满座。满满当当，满腹经纶，夫妇，有点乱哈，有点让你整乱了。没事儿没事儿，芬姐拜拜，拜拜，满心欢喜也可以，对，拜拜。有点乱套，谢谢，感谢我师娘，谢谢师娘。也谢谢飞哥，感谢我，也谢谢我们的杰哥，感谢我杰哥，谢谢南哥，感谢南哥。兄弟们，包裹里免费的记得要送出来，刷五张就会有一张。如果说你这号没有刷过五张那个公会票，大家可以刷一个免费的公会票。听听这什么歌。安给我陪伴才习惯，你让快乐变得好简单。谢我们的桃花哥，感谢桃花哥压到我下了，有空来看你，谢谢杰哥。好嘞杰哥，杰哥你先去忙，谢谢杰哥。兄弟们把棒棒的表情送给我杰哥。家门前的山坡上又开满了一夜花啊，多想摘一朵栽栽在你乌黑的头发啊，就像两下五彩的我们玩过的过家家，别上一个泥娃娃，我当地雷你山坡上牧羊骑着马啊，原本以为我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，瓜树一落你却落进将来的繁华，再见一世你还是那头乌黑的头发，只是因为
结婚了，你们去参加婚礼的，你就想知道，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人，完了去参加他的婚礼去，有吗？我就想问一问嘛，你们一定要如实的回答，要不然这首歌写的不真实。呀，赞美飞哥有。不去呀、啊，老难受了。没初恋，直接结的婚，不错。不知道哪天嫁的。我觉得去了就是放下了，真的，我觉得去了就是放下了。没去，
何必呢？赚了一百。我们只喜欢别人家的媳妇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。像我们能开心就好，还没试过，就没有，假如说就是你们之间哈，就没有处过朋友的那种，就是没有处过朋友的，但是吧，从你心里边你是喜欢的，就是喜欢或者是喜欢过的，喜欢或者是喜欢过的，我觉得应该会有趣的。邹哥几号能打起来？八号吧。阿卡，我掐指一算，我觉得你好残忍，让人想起不敢再想的。不对了，你这意思你去过吗？这谁给我送的扫描呀？我看一下，卡黄大圣哥卡黄，看看，虎哥看看。那谢谢我们的蓝公子，还有接受员，谢谢我们的楼兰哥开心稿，还开心就好，以及我们的最爱哥俊哥，还有强强以及怒放哥。送初恋嫁人好残酷。那我想采访一下那个最爱美费哥，那你当时是一个怀着怎样的心情去看的？丫头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。我喜欢刘德华。你还撒把盐呢？谢我们的蟹王哥，感谢蟹王哥，那你没戏了。就这个，反正你就是挺喜欢的，我觉得，大叔吗？我比较喜欢成熟一点的。帮你追，因为真的特别，我就觉得特别优秀。对待还有对待，不管是对待什么，就唱歌也好啊，拍戏也好，我觉得特别那个啥，特别认真。你不喜欢宋文磊吗？我改了，我喜欢俩不行呀。像你的鞋网哥，反正都得不到，不喜欢几个能咋的？是我们的开心就好。我把新郎折磨疯了，你俩一定是哥俩，要不就是朋友，他把你的初恋给抢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完了，借此之机闹洞房的时候，你报复他。谢谢酷哥，谢谢我们开心就好，谢谢强哥，一定是这样，要不然你怎么能折磨新郎呢？对不对？你怎么能折磨他呢？一定是好朋友，背后下黑手。你也忒坏了。谢谢酷哥，直播间真热闹哈。嗯呢，别拍桌子，没事，桌子一晃的时候，这个视频有点晃，有一点点。哎呀，心眼真多哈。其实你看我平时傻傻的，一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是侦探。那只有这一种可能啊，你要是情敌的话，你怎么折磨他呀？那指定是干仗，不叫折磨呀。什么意思？我把初恋的老公给抢了，你把初恋的老公给抢了。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红木的，不是红木的，它就是正常的桌子。没太懂。Oh.
啊，好基友，啊，好基友，我把别人的初恋娶回家了，这算吗？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很敏感，我们不说这个。你们娶的都是别人的初恋，好不好？有几个？满满的激情。你们的故事好曲折呀，那你有兴趣讲一下你的故事吗？就是你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？南哥，南哥你在吗？你有我的微信吗？你要方便的话可以那个什么，可以扣个字，嗯，你要想加我微信的话，我们可以加个微信。还是我厉害，我的初恋就是我的老婆。不，一般般往往的初恋都，我就觉得都不切实际。你的心里难道没有我吗？只是你不敢承认而已。你有初恋吗？有。哎呀，这不能胡说哈，换下一话题。王老师跟你们说过，因为我身高比较矮，我就被那个初恋给抛弃了，嫌弃我。完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我俩连手都没有牵过。因为吧，那小男孩，我们俩是我哥的婚礼上认识的，我俩手都没有牵过。他一米八五吧，就是身高差的太多了。完了之后，也没有说处对象呀，没有说什么，完了吧？因为就是婚礼不有那个拍照嘛，我们就拍了一个照片。完了之后吧，回家了之后，可能人家是没相中我，我是相中人家了。完了之后吧，就说我身高太矮了。哎呀，别提了，那个时候，哎呦，老心老疼了。啊，那是暗恋嘛，反正就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什么情啊爱呀、啊、什么，反正那个时候就觉得哎还可以，没有那缘分。因为我一米五啊，他嫌我矮呀、啊、他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那个父母说那个不合适，你们身高差的太多了。当我一听，那个时候是打电话呢，家里边还是有座机，那时候打电话呢，完了之后我就挂掉了，我就对着电话说，你娶电线杆子吧。喜欢听八卦了，我天天直播也不会弹窗，弹一个，走啊。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的瘦，也就八十来斤，八九十斤左右，又瘦又小的。完了吧，那个时候也比较淘，就是黑瘦的，还长得却黑却黑的。完了，女大十八变嘛，就现在就变好看了，现在白胖白胖的。现在我觉得好像比那个时候还长高了。什么孙红雷也一米八以上，苏云改刘德华了？不是，那跟身高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其实我
我喜欢哈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交朋友，就是你失恋的交朋友，不管男的哈，男士还是女士，或者是你喜欢的人，第一指定是看着有眼缘，第二就是人格魅力。女演员我比较喜欢的就是，女演员叫谁了？我就觉得我特别佩服她，叫谁了？我有的时候就会蒙住。哎，我给你唱一个他的歌。不是，啊，对对对，刘涛，对对对，刘涛，我就特别喜欢他，我觉得他特有气质。还有孙俪，我喜欢孙俪，也喜欢刘涛。老大，这个差距不是很大吧？我们这是积分赛，积分赛没事儿，应该没啥事儿了。我看一眼，你们看一眼啊。我们有票的话可以凑一凑。我看我们的离地八米是多少？我十二分。那我们排到第八名吧。欢迎海川哥，海川哥闪现了吧？那我们尽量，我们凑足三万票，我们尽量下直播前凑足三万票，我们排到第八。第八名是多少？第八名七个积分，79分，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海川哥是不是开错号了？换小号。怎么呢？别人说都得保第五，不用嘛，因为前十二嘛，不。我给你看哈，在第七第八，因为咱们之上的话，这儿呢嘛，咱们之上的话，咱们有这个十二积分了嘛，十二积分，他们下边呢有的都没有积分，你看，他们都没上去，从十二下面他们都没有上去，看他们都是零分。明天不还有一天吗？欢迎粉二哥，今天已经够让大家破费的了。就是大家能刷呢，就刷一点个人票，我们不拉票了就，就不拉票了。就能第八我们就第八，第不了八我们就第九，无所谓了。我们已经免费票友了。啊，明天十点结束啊？那明天公会赛好像也没事，看情况。如魔游道哥，我是真的成了伴郎。难，我的天呀，你咋想的？你是不是内心是这么想的？虽然我没有站在你的旁边，但是我在你的旁边的旁边，是吗？哎呀，就差一个位置，就差一个位置。你还当人家伴郎了，你这心得有多大呀？个人赛10点，公会赛24点，行 ，OK。就我觉得就是有，我觉得要是去吧还好，你说那指定你是暗恋。这歌心也忒大了，但是我觉得他放下了，我觉得当时可能啥，他今天能说出来，我觉得如魔哥应该是放下了。你得对自己说，哎，你要嫁给我的话，你应该是全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你就差那么一点，咱什么都不差，而是他差那么一点，你知道吗？老大，1米85那个混的咋样了？我都没有联系了，那不知道在哪呢。再就没有联系过，再就电话好，微信好，有关他的东西我全没有问过，也没有打听过，也没有联系过，也不知道。我这个人咋说呢？比较干脆。
道他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他会什么样子，结没结婚，有没有孩子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一切都不会问，从我的记忆里就刨出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可坦然了呢。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有的时候还会拿出来说说自己，笑话笑话自己。没听过怎么叫听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感觉好像，但是哈，我跟你讲哈，就当时就是挺不开心的，就是当时挺不开心的，也不至于说哭啊、嚎啊、上吊自杀的那种，没有，就是挺不开心的。我就觉得你就娶个电线杆子吧，就当时就这么想的。能放下初恋的叫薄情，初恋一辈子的思念，没有思念，一点点都没有。可能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不是不懂叫什么叫爱情。但是哈，那就不叫初恋，那还是没走心里面去。但是当时也不知道什么，就感觉哎呀，他可好看了，长得。那叫暗恋呀。我认识那货，他找了一个玉子。没有，那倒没有，那不可能的事儿。你那叫花痴，反正也不知道，反正就觉得那个时候，那叫花痴啊，我不懂，反正我就觉得我就可稚气了，我怎么就没长高呢？我觉得他，加油，你一定会找个电线杆子的。祝福啊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就是祝福也好或者太好，就觉得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可以幸福，那不叫恋，叫喜欢呀、啊、反正还好吧。和耗子长得很像吗？跟耗子现在瞅着不像，就当时冷静演的时候就有那么一点点像，百分之十吧。电影杆子笑死了，那个时候说话可感激了呢。其实我有今天的成就哈，我觉得跟我的性格，就是直播也好，或者是这些人留在我直播间也好，我觉得跟我的性格有挺大的关系的。你没有发现吗？我这个人很较劲的，10%也较像，就有那么突然有一眼感觉是挺像的，一下让我想起来了，但是细瞅它是不像的。那倒不是，因为那个时候谈麦特别好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视频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收图啊这些东西的。说白了杠精，但是不，我对一般的时候也不是杠吧，就是我从步入社会哈、啊，我真的就是步入社会，我的学历非常非常的低，这个是真的，但不至于小本哈、啊，学历非常的低，没有继续考试，但是我接触社会呢，我没有打过什么工，因为我出不了门。我以前干过什么呢？就叫什么表厂，就是你们汽车上安表的那个，就那按那个走的油表啊，那叫仪表厂啊还是什么厂，我在那里边打过工，就干了3天。是仪表吗？就干了3天，我哭了3天。哭了3天，完了我就回家了，我就想我爸想我妈。完了之后就是没有，那还没到理发店呢。完了之后呢，就天天啊，我觉得我不能离开家，就因为从来没有离开过家。完了之后吧，完了之后就回家了嘛，就一直在家里帮我妈干活啊。欢迎大叔。
哎呀，大叔，咱能不一个一个刷星星吗？啊，我的心好痛呀！嗯，其实我觉得我一路走来，我身边的贵人老多了。继续，你们还想听我聊，还是想听我唱歌？你们想听我聊天，还是想听我唱歌？大叔跟星星杠上了，可不嘛？大叔，你一个一个刷球。谢谢强哥聊天啊。那行，再跟你们聊，再跟你们聊，聊到再聊六分钟吧，再聊六分钟。说到哪了？对，说到就是完了之后回家了嘛，完了之后回家，回家了之后吧，就帮我妈没事儿，就收拾收拾屋子啦，干一干活，因为那个是农村嘛，嗯，那得刷到明天，那别刷一个一个的星星，一个星星它不能抽奖的，大叔，必须66才能抽奖。之后就回家了，回家了之后吧，就不甘心嘛，就是看人家出去赚钱了，花钱的时候可方便了，我就觉得朝我妈要钱的太难了。你们有没有过就是自己不上学了哈，就是纯的种地的嘛，我们家是种地的，跟我妈回农村去种地的时候，我妈在前边，我在后边，我妈在前边刨草，我在后边搂沟就睡着了。啊，农村不有豆角吗？豆角那个一个架一个架的，那可哪找我呀？我就在豆角架里边就睡着了。要钱比较费劲，我就觉得我不能在家干活了，我就给你干多少活要钱你都说我，成天干啥不行，花钱一个人一个丁点不好好上学，你给我赶紧给我干活，就这样。然后我就觉得吧，你就给你干再多的活，我当时就这么想的，干再多的活你说都是你给我钱，要钱的时候可费劲了，我就觉得就完了之后吧，我就去我说商量，我说妈，我想去那个啥，去打工，我去卖衣服去，卖衣服吧也没有认识的人，不会说，刚下学门也不会说话呀，那咋整呢？当服务员吧，就完了，去谁家那儿有亲戚呐？什么开饭店去服务员，那倒好。去了那块儿，干了有半个月呀，给人家吃饭得吵吵两回。完了，我就不干了，也没给我开啥机。完了，我记得应该好像是给我几百块钱吧，是咋的呢？没偷吃人菜啊，没偷吃人东西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嘛喝酒的，我都困得不行不行的了，他们还在那喝，我就说你们啥时候能吃晚饭呢？那我现在心想，我妈好虎啊！我就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吃晚呀？我们要关门了，我要收拾了。我就觉得哎呀，我都困得不行了，我就在外边这晃啊晃啊晃，我就在那等。完了之后，完了就不愿意了，不愿意了之后吧，也没啥。等第二次呢，也是熬夜。赶客户嘛，那也不懂啊，你没打过工啊。第二个吧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就是一帮小孩儿，就跟我差不多大的，完了也是在那儿吃饭，也到晚上了。晚上了之后吧，他们都是喝酒，呜呜吵吵，比较闹的那种。完了之后呢，我也是，嗯，反正可能一岁数大的哈就不跟我一样的了。但是岁数小了吧，就吵吵起来了，就吵吵吵吵，我把人家饭菜吧全给扣了，我就把人家那个菜呀、啊、什么的全被我那个收那个桶上全扣桶里头了，你不走我全给你饭菜全给扣了。完了人家急眼了，那帮小孩吧现在也不大，就有那个就是什么就那个叫啥东西了，就是一甩挺老长的那玩意儿，就要打我。那可不是虎嘛，也不知道啊，也不懂呀、啊，那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客不客户啊，什么什么玩意儿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要打我，完了呜呜吵吵的也没打，反正也完了之后从那就不干了啊，我觉得服务员不适合我，我应该换一个其他的工作，其他工作吧，我说我就不干了，我就自己找吧，房间太乱了，我喝多的啥的，谢谢大叔。完了之后吧，我就去卖运动服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运动服，全干了没几天都没有到月了，全没开支。
没有干满月啊，没有干满月，卖的是安踏呀，也不就是卖的什么，因为它有两个商场，天天两个商场，就是有的时候这边没货了，你得上那个商场斜对面或对面那条街，完了去买货，就是去取货，两个店儿它的货是通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来回吧，打电话这什么什么码，对，您给我送一下什么的。哎，你要这个衣服要什么码，客人要的，哎，什么什么鞋，完了那个说你们那儿有吗？完了我们去取，你们知道不知道吗？哎呀，给我跑稀了，我那时候也火，让我去，不管谁都支持我，让我去我就去。哎呀，一天你真的，一天我卖不了什么货，我全给你跑腿了，不懂啊。后期的时候我就不去了，不是我的货我不知道。不是我的货我不去给跑去，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培养经验嘛。哎呀，我的经历老丰富了，都比较虎，没有心眼儿。哎，你说自行车呢，就卖服装的时候骑自行车，前脚进去后脚下班的时候自行车还丢了。在商店里嘛，商店门口啊或者侧那个胡同里面就有那个自行车，也没有锁，那个时候完了，自己家破自行车丢了吗？丢了，我去买个新的，买个新的锁上了，又丢了。完了之后就不骑了，之后就不骑了。新人受欺负嘛，也不是欺负，你就觉得吧，你应该多干点活，行，多干点活，但是我给我累完了已经。就是百货大楼嘛，我也忘了啥大楼，不是，反正就是卖运动服什么的，就来回的那个。就来回跑，完了也不干了，不干最后呢，完了我就去又干了一样，我觉得没干几天我就又不干了。我要去哪儿了呢？我就去那个去觉得来回跑，你看服务员干不了，想我有点乱，完卖服装想我老丁跑太累，那你猜猜我你又干啥去了？我就去收银去了，收银天天往那一坐没事啊。我说这活好啊，对不对？我就去了。哎呀，这个不是没挣到钱，妈呀，是赔钱了。你们都不用讲，你们都猜到结果了。哎呀，我干了这个活，干的比较多，比较多，就是干了有多久？干了有一个月吗？应该有一个月吧。干了有一个月吧，因为有超市嘛，来回找钱啥的，那打字儿就老快了。完了之后吧，干了没几天儿，完了也没开出钱来，我感觉好像还赔了。完了之后吧，我寻思，这个超市的钱嘛，来来回回零钱太多了。我就又换了一个工作。你们猜我又换啥了？收银能收明白吗？不就没收明白，不收赔了吗？那理发没有，我给你讲讲，就是从怎么步入社会的。没有，那没有到那儿，就还是打工，还没到那个司仪那儿呢，还是打工。我就去哪儿了呢？我觉得啊，收银这个不累，但是呢，钱太多，容易找错。我就去酒店收银，知道吗？去酒店收银，就是酒店收银都什么呢？就是你把房租钱啊一给我，对不对？完你再压几百块钱押金，咔咔一写条，是不是？对吧？你们都知道吧？什么押金条什么的，完了那个时候也不知什么，反正也不大，每天嘛房间嘛二三十个，这个没赔吗？这个赔的更多，你听我讲完的。我就寻思这房间，谁会修手机有个洞咋的了？完了那个是怎么赔的呢？是那个。天天吧，这他上班吧，他不是一天天上班的，他不是一天天上班的，他是干一天休一天，干一天休一天，你们懂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干一天一宿，24小时休息24小时，啊，是不是？嗯的，大叔，你大叔，你先听我给你讲故事。完了吧，去酒店吧，你说这个房间20个，我就寻思也就20个呗，对不对？20个，你说总共一天就能顶天，你住满了，我那自己的小算盘打得可好了。你说20个一天住满了，我才能收20遍的钱。完了，我顶天再给你退个押金就完事了。完了，到点一交接，是不是比超市要清楚得多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那指定比超市那个收银要
要那个啥，要差距，我就觉得差距吧就比较小。谢谢我们的那个，谢谢我们的大叔。会用脑子了，厉害吧？你看你超市的零零散散的钱，是不是特别说特别容易出错？完了之后呢，完了之后呢，我就寻思，去酒店，酒店一天就十来个房间，二十来个，我顶天也就住满了，好算账，对，比较好算账，住满了我才能收二十遍的钱。完了我一家金片，天天往那一待，是不是？我拿个电脑，我还能看个电视剧，比较字儿。虽然说工资不高，哎，负担挺小。一个个的，哎呀，没干两天又出事儿了。喝口水啊，讲的。出啥事儿了呢？人家一来，那个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谁谁谁住在这里。嗯，好，搁哪屋？好，我就告诉人家了。哎呀妈，那咋的？好，这个是一个事儿吧？好，长记性了，这个玩意不能说，对不对啊？好，这个不能说，不能说之后吧，完了就开始有什么呢？有一天半夜住进一个人吧，完了多少钱？押金300还是500了，就忘记了，说要住几天，要住两天。完了之后吧，他没住多长时间，完了我说这个他要退，我说不能退。因为好像就是凌晨进来的时候就迷迷糊糊开的票，走的时候吧就凌晨走的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就丢钱的事情上我记得老清楚了。哎呀，不是忘记账了呀，他来的时候我是清醒的，他走的时候我是睡着了的。来一首啥也不是的歌。
怪我太痴傻，原来思念是折磨的可怕。余生再抵达，我已哭到沙哑，爱过恨过的我就像个笑话。曾向往的梦被你狠心抛下，结的果子是如此的苦辣。风远远的刮，肆虐的在喧哗，伤过痛过的我还是放不下。你盛开的花被放逐到天涯，随随就像个笑话。曾向往的梦被你狠心抛下，结的果子是如此的苦辣。风狠狠的刮，肆虐的在喧哗，伤过痛过的我还是放不下。跑偏了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这么听，行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睡觉吗？行，杰哥，你一会儿你也要休息了吗？你是还没忙完吗？北北，嗯，北北，放首一博歌，你们也一会儿在这儿休息。还有，南哥，你要不要加一下我的微信？你要有我的微信的话，我们就不加了。下面的成性格，还有性格悠扬，还有完美，还有那个完美绅士，谢我们的大刀，还有蓝天哥。准备休息啦，好的。休息呢，今天有点飘啊，今天属实，哎呀，属实有点空啊，脏啊。休息休息了，再次谢谢谢谢，感谢我杰哥，明天见。多少赏金？不到3万，到时候明天的话给我们努力拉票的主播往下稍微的分一分。是唐僧，唐僧就是林峰。去吧，爱溜达的话就去溜达溜达，走一走，嗯，可以跑跑咱这几个徒弟呀，旗下的主播呀，飞吻。好，么么哒，好嘞，拜拜，拜拜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妈咪贝利哥，谢谢我们的符号哥送来的公会票，谢谢大刀哥，谢谢我们的新哥悠扬哥，行，拜拜拜拜。口臭好像你闻到了似的。明天见，明天见。